嗨，大家好，我是立夏。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带你们去享受一下这个园艺的乐趣吧。今天早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舒服，因为刚刚下了一阵雨，现在已经是雨过天晴了。我最喜欢这样的天气了，因为这样的天气不仅让我非常的舒服，而且还能帮我省了很多事。因为夏天的早上我一过来都是基本上要给这个露台上面的花浇一个遍，因为露台在夏天的话太阳暴晒，风又大，这个土干起来是特别特别的快的，所以在不下雨的情况下是每天早上都要浇水的，这个工作是很大的哦。所以这个露台养花的话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就是可以老天给你浇水通风也好，弊处就是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花容易晒伤，冬天的话花容易冻伤，各有利弊吧，对吧？像今天早上我就可以提着篮子提前去收获啦，摘点喜欢吃的这个喜欢吃的水果，再摘点漂亮的鲜花，怎么样？走。